我现在一叫你，这手就不受控制。像这样，小雷云。客官，这是本店赠送的榴莲酥和梅子糕。榴莲酥拿走吧。毕店老板希望家乡美味可以被咱们中原喜爱，所以凡是在本店吃了榴莲酥的客人，本店还会再送一个妙手大师空空精致的折纸。 我呀，好嘞。来，你们菜。慢用啊。你不是不爱吃榴莲，为何还要跟我抢？ 我爱吃啊，嗯，真好吃。 谢谢小刘。一张普通的纸能折出这么可爱的东西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嗯，我得好好研究研究。哎，那怎么折的来着？ 这个送你，好可爱呀！你摆动它的尾巴试试。啊！它怎么会动啊？好神奇啊！哎，这个是怎么折的？你教教我好不好？这纸龙独一无二，天下只有我能给你。 只有一个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小雷云，我就知道，你现在一叫我的名字，就要摸我的头。我现在一叫你，这手就不受控制。像这样，小雷云。